没什么问题。来，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哎呦，哎，五星。五星跟尾金，对，哎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啊，不是要看票型吗？因为通常就是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知道我是好人，所以没有拍到我，我才会给不同意。但是也不代表什么，就只是想正常想表明我的立场。也才两个人，你急什么？我想表明我立场不行吗？我等你，我第二个老的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第二个老哦，搞那么紧张，好像很快是不是啊？刚投不同意的蛮奇怪的。哎，来来来，我要解释哈，每次玩这个游戏，我举圈就被骂说，哎，都不看票型。要看票型。徐新娘就开始第一轮要看票型。现在我举他，然后这边再举圈讲，徐新娘救我，徐新娘，徐新娘，不看票型哎。九哥本来不是第一轮，你都是要看票型。对啊对啊。那你这一轮就看票型。我现在我们不会玩呢。不是，真的就输到爆爆，因为我就是好人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好人，你们一直要这样弄我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没有啦，我们现在没有多的思维不行，你们有多的思维都可以，为什么不行？双重标准啊！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我们在很怕你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不要怕我了，今天不出战。好，好简单啦，四个字。不要出那种乱乱变。很棒，就是这个方向。厕所，公共厕所。另外一种说法，小朋友应该不知道。知道啦，就是公共厕所。就是说，有时候不好意思，你这边没有拉好，你会怎么说？公共厕所。四个字哦。四个。好，四个字，对对对。好。然后在海边，海边。冲浪，冲浪，冲浪，冲浪。对，有，对对对，他知道，他应该知道了，有。有，确定？他应该知道了。确定知道？他肯定不知道。你一定不知道。其实我们在听得到的状况下，他很不知道。知道。对。这个地方，哦，抢恐怖，要抢恐怖。这个地方很恐怖。鬼，鬼屋。别，在鬼屋。别，鬼屋。偶像剧啊，偶像剧啊，男生女生，哇。男生相配。对。男生女生的，哎，只想要你，请你牵手我的心，哎，我知道我很笨，但我真的很爱你，把手交给我，说一声，我愿意。哥，你把它前进嘛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指点，他整个人手。太难了，因为还要顾那个脚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你手重点在手，手，手好酸啊！我觉得太难了吧？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秒，对不对？